林立车小队。你好，敞篷小货车阿布。啊，红色耙子。阿布要带他去哪里？这是一个菜园。阿布，快来采摘蔬菜吧。卷心菜，两颗卷心菜，萝卜，三，洋葱，一，二，三，四，现在我们用耙子搜搜土吧。麦克斯正在他的橱柜里找什么东西。这是什么？一把铲子。麦克斯和咪咪在十字路口碰面了。咪咪带着种子，我想知道这些种子会长成什么呢？让我们来匹配图片吧。茄子，辣椒，花椰菜，西葫芦，洋葱，胡萝卜。咪咪和麦克斯正在路上飞奔，他们来到菜地，开始播种。让我们拿铲子，来挖个坑。把种子倒在里面，现在我们用土把洞填满，我们需要一个耙子。让我们像这样把土壤弄平，
洒水壶。当然了，还需要给种子浇水。看，菜园里长出胡萝卜了，让我们来收蔬菜吧。麦克斯把玩具都收起来，因为他们该回家了。再见了，凌厉的小汽车。小队。